天 Yoga 姐姐还有糖果姐姐要教大家跳如果歌，小朋友赶快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咯。那 Yoga 姐姐先开始咯，直头头变披风，摇一摇变超人，我们再一次哦，直头头变披风，摇一摇变超人。接下来直头头张大嘴，拍拍手吹一吹，我们再一次哦，直头头张大嘴，拍拍手吹一吹，小朋友是不是都记住了呢？那现在把两个动作加在一起，跟着音乐一起跳舞咯。小朋友都跳得好棒哦！接下来我们要学下一个动作咯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搓搓头，搓搓头。我们再一次哦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搓搓头，搓搓头。接着是直头头变超人，直头头变魔法。闪亮亮，闪亮亮，我们再一次哦，直头头变超人，直头头变魔法，闪亮亮，闪亮亮。小朋友，舞步都记住了吗？现在我们要搭着音乐跳舞咯。如果这样，如果那样，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。如果我是超人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下次再来跟姐姐一起学跳舞。妈妈爱跳舞。小朋友，动动身体之后，赶快跟着姐姐还有摸摸掌一起唱歌跳舞咯。那 Yoga 姐姐先问问小朋友，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，你想变成什么呢？如果摸摸掌有超能力，我希望可以让每个人都开心的哈哈大笑。哇，摸摸掌的超能力好特别哟，小朋友的一定也很有趣。今天我们要唱跳的歌就是《如果歌》，赶快和我们动动身体跳舞喽！如果我有超能力，我要做什么呢？如果我是橡皮糖，画一步就可以到我想去的地方。如果我有大翅膀，飞上天就可以吃白玉棉花糖。如果呀，如果我有隐形披风，每一次玩躲猫猫都能当国王。如果我有个大嘴巴，打扫出所有的吹光光。如果这样，如果那样，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。如果我是超人，如果我有魔法，那该有多棒。如果这样，如果那样，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。如果我是超人，如果我有魔法，如果我有隐形披风，每一次玩动